缺粮衣物，就是他也不懂没有粮食的痛苦，因为有人喂他嘛。他没有感受到没有粮食的那种彷徨，那种痛苦，什么都不懂啊。透窍乾坤大，就是他从鸡蛋壳里面透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已经很大了。乾坤啊，就是世界。逍遥如斯游，就是他就很逍遥的在这个世界上游玩。也就是说，他很逍遥，他永远不会了解什么是什么忧愁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提，我们把它提一个题目，有时候放无忧。手机可以提无忧。这次的展呢，都是我的静坐，几年来的静坐。以前那些老的作品这边倒没有拿出来，都是最近的一些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。好像这一幅《春风雨伴燕归来》，画的是江南的春天啊。那柳树刚好发了绿芽，燕子飞来了，因为今年是牛年啊，所以画着牛，画个牧童，逍遥自在的放牧啊，跟我们现在希望我们的疫情能够赶快过去，大家都好好的、快快乐乐的生活，